上身定制，汉雄八百，能拼死千防。少林功夫最重要的是撞功，撞功也就是下盘，没有稳固的下盘，你就练不好少林功夫。和对手交手的时候，没有稳固的下盘，容易让对方把你给掀倒、掀翻。所以，练习好少林功夫，没有三五年的撞功，你是不会掌功夫的。十指抓地，我平视前方。少林弟子呀，练习功夫最重要的是这个少林撞功，斜耳旁鸣，头顶如悬钟。通过练习少林撞功，才能长你的功夫呢，千万不可忽视，记住没有？
铁头功的，进一步功夫，两手放在大腿内侧，拳头用头尖着地，进行一直的锻炼。只有这个进攻，没有这个下腹的运动也是不行。现在进行第二步练习，开始，走。